好，我们看到这题哦，他说 4a 平方加 9b 平方等于 25， 求它的最大值一样。像这种题目哦，我们先把乘开看看好不好？ a 加 b 平方乘开是 a 平方加上 2ab， 12ab 加上 b 平方 ,9b 平方。所以说基本上老师可以知道对吧齁，哎，这两相加是刚好一样，是几 ?25。所以说只要把 12ab 算出来是不是就好了？所以说这里一样怎么算，它是一种变相给相加去求什么相乘对吧齁。所以说给相加求相乘，我们直接来好不好。所以说老师先算这边，把这整个当作 A， 所以 A 是几 ?4 倍 A 平方加上 9B 平方，把 A 加 B 几次两次，大概等于根号 A 乘 B， 乘起来是几 ?36。a 平方 b 平方，这样行不行？所以说带进来这是几2/25，对吧？大概等于开出来是几 6ab， 对吧？哎，今天是求 12ab， 这是 6ab 了，所以说把大家都乘上2，乘上2变几 ？25， 大概等于 12ab， 所以 12ab 小于等于几 ？25， 所以说写答案，所以 12ab 小于等于 25， 所以说我知道12ab 最大值就是几 ?25。所以说这个式子的最大值多少老师刚才讲过嘛，这两相加是25啊。这个最大值就是25，所以25加25，所以最大值算出来会是几 ?50。OK。